天就好武艺，还原健康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旭老师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五禽戏的第一戏虎戏。虎戏总共有两个动作，虎举与虎扑。虎举主要牵扯到两个手型，一是虎爪，要求虎口呈圆形，手指第一、第二关节弯曲。握拳，要求四指卷曲，拇指扣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节处。好，这两种手型。那虎举的动作呢，大家可以跟我一块儿练，眼平、肩平、身正、体松、气息平稳。然后将重心移到右腿上，轻轻迈开左腿。两手在身前，掌心向下，五指张开，然后五指弯曲成虎爪，依次旋转手指握拳，掌心相对向上提拉到胸口位置，两手变掌向上撑，同时抬头眼看两手之间。好，再弯曲手指握拳，掌心相对，肩肘往依次下沉，用力下拉到胸口位置，变掌再下按。好，这就完成了虎举的动作，大家看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是这之间呢，其实锻炼到了我们的掌指关节，锻炼到了我们的上焦，同时也锻炼到了我们的颈椎。我们上班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说手指末节是最能够牵扯到我们的神经、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身体。所以第一是我们掌指关节运动，一，大家跟我一块儿做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手指的运动，掌指关节的运动。再来一遍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手指的运动。第二，它需要提拉三焦，就是我们从下往上提拉，一直到上面，同时抬头看两手，啊，这就锻炼了你的颈椎，往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虎举的动作。第二个虎扑的动作，虎扑的动作大家也是两脚分开，两手握空拳，从身体两侧提拉到耳侧，然后往前伸展，往前伸展，两腿伸直，身体充分伸展。好，形成马步，再进行脊柱的蠕动，虚步虎扑。好，另外一边起到耳侧，往前伸展马步，脊柱的蠕动虎扑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大家知道这个虎主要是锻炼肝经的功能，肝的功能在中医中主要是主筋藏血，开窍于目，所以练虎戏主要是锻炼我们的关节、韧带、力量以及眼神的展示。